过完了，没事啊。要多台北哦，那我们下次你知道台北哪里？我的翘班跟到哪里？做台北的活动跟签保密条款，不能透露行踪，不能发动，要隔一天才能发动态。对对对对，真的可以啦。我回去帮你发动态。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宿醉的阿敏。头有个痛，我的墨镜不知道跑哪去。我刚才想到我墨镜不知道有没有收。真的假的？对。会不会在西中会那边？我看那个信息动态，我好像待在里面。该不会不见了吧？算了。我喝酒误事，干超累。我要洗澡，靠在那个里面碰碰，跟超久。他就叫你不要洗哦，啊，喝这是不能洗哦。来，哦是哦，早上洗澡，他妈靠着这种痛。去台东几天就只能逛几间店，你去一间店，然后肯定就直接死掉，没有办法去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台南站应该也差不多是这个状况。谢谢这几天高雄还有台中的朋友，然后谢谢你们支持活动。下礼拜我们会再前往台南啊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上车回台北，然后我要接着上班。那我们下礼拜台南见。挺鲜，感觉超醉，鸡歪。晚点见，来。